2017芭莎明星慈善夜在9月9日举行，群星助阵，赵丽颖黑色长裙亮相红毯，短发造型可爱俏皮。近日赵丽颖通过微博晒美照，她还配文称说什么尽力就好，其实不过是想知道自己的耐心和热情什么时候被磨光而已，去享受生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我也想拥有自己的清晨时光。言下之意似乎是遇到了不顺心的事，有点心累的感觉。照片中有一张手拿放大镜的照片，五官被放大，粉丝们看到赵丽颖的说说纷纷表示关心和支持，颖宝加油，你最棒，颖宝萤火虫永远支持你，并纷纷祝愿颖宝你一定会拥有自己的倾城时光，颖宝你一定会遇见一个爱你支持你保护你守护你呵护你的人。赵丽颖是一位非常敬业对工作很认真的演员，不仅每年平均有四五部戏和大家见面，广告综艺节目等更是忙得不可开交，工作量非常的大。曾经有报道称他在机场排队取票的时候站着站着就睡着了。